钢瓶十个压，管道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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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到这里。然后这个是空压机的管，空压机的进气，到时候把这个拆了，连两个管子，十个的。好，把它操作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清零，清零。现在先把它清零。好。旋钮打开。好。两个旋钮打开，左边是风口，右边是灌液。好。开始。开始啊。嗯。两次置换。嗯。两次置换，现在在抽，在冲，好，又在抽，好，又在冲，好，到风口，好，那边是灌液，你看它冲完了，好，那边是充气，刚好搞完，这边就开始冲，挺好的。十二多一点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，嗯，十二，非常准。嗯，十二非常准。嗯，十二非常准。